务组哈，台务组，台务组因是用巴丹语系，啊，巴丹语系交菲律宾的巴丹群岛的话是同款的哈，所以因咱因那边的啊做迄、那个啊做一寡系统是对迄、那个啊做菲律宾那边过菲律宾那边过来哈，啊过来就是泰雅语系，泰雅语系就是迄个泰雅族啊、泰鲁格族跟塞德克族哈，迄、那个文面族群哈。文面族群，但汉族来讲是一个真算真无好的一个迄、那个啊做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动作吼。那不过但迄、那个咱这个泰雅族族系吼，因为啊做成年男女吼，那无文面啦吼，那无甲迄个啊做面吼，迄、那个赤字吼，迄、那个都代表因是真正的人吼。所以这个文化，咱迄个啊做普达山的文化，就是迄、那个。泰雅语系吼，因的一个特殊的所在吼。啊，过来就是第三种，就是周语系。周语有使用周语系的拢总有鲁凯族噶啊，做周族吼。啊，过来就第四种的语言就是排湾语系吼。排湾语系是台湾同侪人使用的一个语系啊，包括阿美族、排湾族、布农族啊、皮乌马吼啊、塞夏、少族、噶卡马兰啊、萨奇莱亚族。啊，甲咱所有诶平埔族诶族群诶母语吼，拢是使用迄个排湾诶迄个语系。咱过去吼错误用法吼，甲迄个咱台湾这边诶人分做高山族甲啊做平埔族吼，这是咧甲咱做分化。就是在跟做分化，啊，咱台湾民政府即摆吼，甲迄个高山族吼，即摆正式改为原住民啦吼，因是台湾原住的主人吼。过来北部族这边就是原住民吼，就是咱迄个也做咱大部分的迄个也做台湾人吼，就是迄个原住民吼，这是正正统的迄个现的台湾世代谈咱台湾只生团，超过因中国支那文化的五千档吼，比五千档的迄、那个。诶，时间搁较久。台湾人官民吼，属迄个属于南岛语系吼，对，咱南岛语系交迄个辽国吼，交迄个越南吼，以前也做白越族吼，因咱个也做血统是甲因较共款吼，甲中国较无共款吼。但迄个台湾用迄个族群目前吼，是目前个地理位置吼，分做两个大族系啦吼，一个就是。迄、那个伫咧山区个啊，做原住民吼，啊，另外一个是原住民吼，啊，原住民吼，迄、那个即马拢总十四族吼，即马是拢总十四族，啊，另外两族是即马当地要求正名吼，伊嘛要阁独立出来吼，要家己有建立家己个迄个族群文化吼。即马我只简单先介绍咱平埔族个迄个啊做文化吼。平埔族，咱即马拢总有十个族群吼，啊，搁较早前拢总有十七个吼，啊，有诶已经汉化去吼，因咱平埔人吼，拢伫沿海即个所在吼，较容易去互迄个外来一寡文化吼所侵略吼，啊，因拢甲咱讲咱是番吼，讲咱是番，所以讲讲到尾，咱家己拢毋敢承认家己是啥吼，毋敢家己承认家己是啥吼。啊，平埔族的吼，咱伫咧对北，咱对北部开始算落来吼，有凯达格兰族吼，啊，伫咧宜兰的噶玛兰吼，噶玛兰族，啊，伫咧宜兰新竹附近的道卡斯族，啊，伫咧台中的巴泽吼，啊，噶跑布拉，啊，噶啊做跑布萨哈，茂务素族，嘛咱讲的茂务素族，过着我家己中华森林遮的红安雅族，噶台南的西拉雅族。啊，即马有一个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屏东甲高雄遮一个道卡斯，迄个做马卡道族。马卡道族是西拉雅族遐迄、那个贵族所分支出来的一个族群吼。咱平埔人吼是一个崇拜灵魂的民族，我们是崇拜灵魂。他的灵魂毋是迄个拜迄个外来的神明吼，咱是拜咱家己的祖先啦吼。咱平埔人对神明的观念吼。拢来自于咱家己的迄个做公妈吼，咱以前的公妈吼，啊，马卡道族甲大满族人吼，佮迄个即个拜即个符啦吼，咱是四符民族啦吼，迄个符就是代表咱的祖先啊，咱的祖灵吼，
咱宏称为拜佛民族，啊，咱迄个当初伊咧拜迄个做佛吼，他没有限制大小，无分大小，啊，迄个财气无分，啊，财神嘛无分啊，啊，开口缩小吼，啊，内面下底清水，啊，顶头插迄个青叶，啊，有诶是伫顶头插迄个做迄个花啦，哈，啊，但咱平埔人诶，迄个精神寄托吼，咱有一个公界吼，公界，咱诶公界。目前伫咧嘉善啊，吼阿里关吼小拿内门吼，即个所在啊，佮有平埔族的迄个公界，吼啊，咱踮公界内面拜吼，毋是外来的神明啊，嘛毋是拜中国的神明啦，吼，咱是拜阿里祖佮阿里母，吼，迄个就是咱的公妈就对啦，吼啊，咱公界内面吼有替咱族群吼，伫祈求平安的迄个啊，做法的迄个红衣吼，咱是用红衣对。雷蒙博啦吼，啊！伫个咱北埔族吼，大部分拢有一挂祭典啦。咱个祭典交中国较无共款个，就是咱有夜祭，啊有祭海吼，咱个拜海。因咱是对迄个南岛语系迄边交菲律宾加做迄个辽国吼，越南遐较有关系啊。所以咱拢会拜迄个海祭吼，啊加迄个夜祭。啊，踮迄个平埔族个啊，做文物馆吼，第一个成立个是伫个小南吼，伫个小南国小遐吼，有一个诶平埔族文物馆吼，一个文物馆伫个迄个所在。啊，两当前个八八风灾吼，迄个文物馆已经破坏去啊。好，即简单甲各位介绍吼，即是咱啊做日本时代所翕个一个相片吼，咱平埔族个人个诶迄个相吼，迄轮廓拢交咱即卖一般人看起来拢共款吼。啊，平埔族有咱家己的衫啦吼，你看咱拢穿白色的衫，还有迄个一挂咱的条纹啦，啊，这条纹可能较无啥共款。正式的条纹是迄个八宝蛇的迄个图腾，咱是受到白原族的迄个影响吼，所以咱迄个即马用的平埔族的用的迄个图腾吼，嘛是用八宝蛇吼，用迄菱形的花纹吼，代表迄个八宝蛇，当然都是即块土地啊做迄个主人的迄个符号吼，迄个形象吼。啊，咱平埔族。咧拜吼，是拜迄个啊，做象征物。咱这是拜公妈，是用象征物，毋是立一个牌啊吼，顶头写啊做中国的迄个所在吼，迄是以前家乡对拜的时阵吼，然后受中国文化所影响吼。啊，你啊，咱简单来看，这符吼顶头有白红色的丝带吼，迄就是咱平埔族人吼，迄个符箓吼，咱这个台湾的平埔族群吼，诶，符箓是迄个一般咱拢有绑一个红丝线伫咧手里吼。啊，即马厝里若有代志的时阵，要甲公妈讲的时阵吼，也是讲要甲这个迄个在下吼，甲赶开的时阵，咱就甲红丝线甲绑到迄个师傅顶头。啊，遮有一个迄香炉吼，其实咱北埔族人是无咧行香的啦，这是受到迄中国支那文化所影响。啊，这是迄个小林村吼，小南迄边的夜祭的状况吼，人足多吼。啊，咱北埔族人吼，因踮咱台湾遮吼。迄、那个四季如春吼，今日较寒一煞吼，啊，所以迄、那个咱迄个春夏秋冬吼，迄、那个未分较介清楚，所以但咱台湾这个所在是以气当火开一届，吼、啊、做一年，啊，咱知影加一岁安尼，啊，咱平埔族人吼，若咧做夜祭，啊咧做海祭时阵，即个重要的祭典的先是穿白色的衫，吼、啊，交中国的红色的衫的文化是无共款的吼。咱的一挂重要节点拢穿白色的衫，白色是咱北埔族人吼较尊贵的色吼。啊，这白色的衫是交日本吼较接近啊，日本人嘛是以白色为贵，迄个做为贵啦吼。啊，北埔族人吼，迄、那个这是迄个夜祭时阵啊，用牛车啦吼，啊用迄、那个啊做迄个红衣啊吼，去甲一挂中路吼，咱族群内面的部落的中路吼，迄、那个再去迄个做迄、那个。夜祭所在吼，那迄个中路还袂到的时阵吼，咱这夜祭袂当开始吼。这代表讲咱平埔族人吼，嘛是真尊重这个长者，吼，嘛是真尊重这个长者。这是迄个小南国小吼，迄时阵迄个平埔族的文物馆的一挂物件吼，包括伊的家屋啦吼，德公的厝吼，啊伊的寺符吼，你这看咱来看这迄个符吼，这是大小机拢无共款吼，啊嘛无啥物，无分啥物材质啦吼。啊，咱用一挂迄个自然的诶材料吼，就用一挂木材，用一挂竹啊吼，咱就当做一挂蜡炬。
用一寡咱普通时啊伫生活的一寡物件。啊，这是迄个象征物吼，这嘛是用迄个粗钉啊吼落去编，吼啊顶头嘛是红色的迄个啊做红布啊，啊红色的丝带吼，代表讲这是咱的迄个公妈吼，代表咱公妈。这是红衣吼，这平埔族吼伫亚侪是红衣。红衣吼，但迄个咱搁较古早的时代吼，迄个药物吼，咱的迄个一寡迄个医疗无介普遍的时阵吼，咱嘛是拢去找红衣吼来甲咱看病吼。啊，这是迄个标旗吼，标旗啊吼。再要甲各位吼，迄个简单介绍一个观念吼。有登山岗无登山肉吼，即句话吼是咧讲。咱台湾平埔族人吼，咱无去透着登山的查甫人吼，嘛无没有来自唐山的男人，也没有来自唐山的女人吼。台湾人吼根本无去透着支那人的血吼，台湾人毋茫认贼作伯啦，毋茫袂记你家己吼，迄个是平埔族群的意思啦吼。迄个他拄仔有发了各位吼一寡迄个资料吼，较定甲大家介绍一下吼。这个有登山岗无登山嘛？这句话吼，我等下做一个解说。中国的古早时代吼，因的阶级真分明吼，真少量的来管理台湾的官员吼，三年官两年满吼。啊，因较有钱的人，因家己会带因的啊做旅馆过来咱台湾吼。而且中国那边是讲究门当户对吼，啊因那边的人较蓬松啦，所以因无可能和因的后一代甲咱平埔族群吼，诶后一代的人通婚啦。过来，有一寡对遐官员过来的兵吼，遐兵吼，迄个素质真歹吼，兼迄个贼啦吼，兼迄个也做迄个土匪共款吼。中国因有一句话啦吼，我相信大家拢捌听过：好男不当兵啦，好铁不打钉啦。因好个人袂去做军人啦，啊会过来管理遮个军人啦，拢是谈因中国遐吼，迄个无多做啦，无多谈迄个所在吼，算较歹的一寡人吼，啊对着迄个管理的官员啦，想讲来台湾遮吼。糊口饭吃啦吼，啊大部分但来咱台湾的，因无咱这个环境的 DNA 吼，所以常水土不服吼，会破病吼。但台湾因为常破病吼，啊然后去用改治疗吼，都交迄个也做来台湾的一挂海产啊，有一挂海产啊，啊甲迄个吸食吼，迄个做伙啦，啊因怎样变流汗卡吼？啊当然这流汗卡，咱嘛无可能，咱平埔族人搁较歹吼。嘛无可能甲这个查囝吼，招这种流浪卡来做咱的囝婿吼，因为咱台湾这是当初是母系社会吼，咱这是母系社会吼，咱无可能甲啊做咱的查囝吼，娶这种的吼，这登山岗啦吼，登山岗来吸食。我只有一个证明吼，但咱迄个做迄个嘉庆年间啦吼，迄个清朝嘉庆年间吼，有一个迄个奉献吼，诶啊做一个。碑文吼，迄即马即放伫个也做韩志了啊遐吼，伫个岐山迄个所在。但就是迄个各位即马手头有一张迄个文书吼，即就是证明讲吼，即个罗汉卡吼，罗汉卡即登山岗吼，因的一挂作为啦吼，咱是无可能平埔族人够较歹嘛，无可能下面做有结合啊吼。即就是你讲吼，有一挂咱地方的一挂神事吼，地方绅士啦吼，联名啦吼，来甲迄个也做即个。当初是管理的一个，迄个清朝政府吼，迄个甲因讲吼，有一寡因罗汉卡吼，啊结棍，迄个结党成棍吼，日时做乞食啦，暗时做贼啦吼，啊四界问啦吼，啊因呐来台湾的一寡人吼，迄个算水土不服啦吼，啊破病，啊破病死了后吼，全个迄个尸体吼，跟咧砖头四界去共分啦吼。因咱台湾人吼，较热情，较对迄个也做，迄个周边的文化，咱袂较袂排外吼，较袂排外。啊，用咱这个特性吼，然后定定咱迄个死人吼，怎啊打咧四界去共分钱吼，讲要来贷。啊，结果拢无影要贷啦吼，迄钱安尼钱摕咧了，然后安尼一桩过一桩，死体安尼一桩过一桩直直去啦吼，直直去共分啦吼。啊，实在是真无好啦吼。迄个尾仔因怎啊联名吼，讲因这抬个史诗啦吼。尾啊，有个人不爱予伊，一个姓邓的不爱予伊啊，伊总共扳倒迄个做姓邓迄个砖头来替啦。这都是因的迄个罗汉卡吼，咱们台湾的一个证据啦吼。因咧，所以咱台湾人无可能含伊结合啦。咱平埔族群吼，
当初是伫清朝时代吼，因也做利用迄个也做迄个分化，利用迄个也做迄个一寡税金吼，迄个收税的方式吼，强迫咱平埔族人吼，爱家乡对白吼。然后因我会记哩，我知影是因迄边吼，迄个当初是清朝时代吼，因迄边甲平埔族人收五倍税金。一般人吼，你若有接受迄个中国姓吼，啊有迄个中国文化有家乡对白吼。啊，都唔免收五倍税金吼，所以做者平埔族人吼，互笑翻啦，吼啊笑到咱家己唔敢承认咱家己是平埔族人啦吼，所以这实在真害。我再要甲各位讲吼，咱平埔族人吼，唔是中国人啦吼，因中国人汉满蒙回藏吼，即卖佫讲啊，做有苗瑶啦吼。平埔族人内面吼，无白越，咱其实身份是白越，咱是白越族群哦，是南岛语系的白越族群哦。交因迄个中国个支那诶，迄个族群吼，血统是无同款个吼。啊，咱个中国姓是因为当初是收五倍税金吼，然后必然都爱加入中国姓，因为咱当初是母系社会家吼，是无迄个也做中国姓啊，所以是讲啊，都免若有中国姓，咱也无差咧吼，啊，都对因中国姓无差咧吼。啊，结果直直一代一代直直传落吼，总爱家家己袂记你家己是啥吼。过来介绍迄个高山族吼，高山族这个名称是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了吼，中国的流氓政权对咱台湾族的一个总称啦吼。后来即马有改做迄个原住民啦吼，这高山族实在真好笑啦。红头鼠的也做迄个达悟族，伊嘛甲讲伊也做高山族啦，按是住伫海边的高山族啦。这到底是啥物状况吼？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啦。啊！咱台湾民政府即马甲即个迄、那个原民原住民吼，迄个咱甲迄个原住民吼，迄、那个改做原住民啦吼，对14族的迄、那个也做咱即马住伫迄个海拔较悬的一个所在，咱一寡同胞吼改做原住民。啊，平埔族群这边吼，咱甲改做原住民吼，这是咱的正统的现名。伫咧原住民吼，诶，部分14族内面吼，拢总有14个啦吼。啊，这是一个分布图吼，一个分布图啊，有包括布农族吼、鲁凯族啊、排湾族啊、卑南族吼、卑南族就是彪马吼啊、邵族、泰雅族、达悟族啊、周族、阿美族、塞夏、萨奇莱雅、泰鲁格族、塞德克族甲格马兰族啊，拢总14个。但咱台湾这边的一寡语言吼。迄、那个族群之间拢是无共款，因为即牵涉到当初时吼，咱搁较古早时代，咱的迄个台湾吼，迄、那个因为咱遮海拔吼，甲迄个海拔迄、那个较低吼，迄、那个关节差较侪吼，交通较无便利吼，所以一砖头甲一砖头之间吼，迄、那个大部分拢无啥物来往啦。啊，所以咱遮拢迄个久来了，咱都迄个各个族群有，迄、那个也做发展出咱家己的语言吼。包括迄个平埔族群之间吼，嘛是有一点点无同款吼。咱台湾民政府即马吼，正式甲迄个啊做原民族这边吼，正式成立一个特别州吼，即马挂伫中央这边吼。这代表啥物呢？这代表咱诶要来照顾咱迄个原住民的一个决心吼。以即马来讲吼，咱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体预算吼，因为啊做对原住民的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照顾吼，因个医生对医生来讲吼，来看到当看出因个一个用心吼。因即马互原住民个权利无甲1%啦，无甲1%啦吼。甚至因编列了迄个也做蒙藏委员会个迄个医生吼，佫比迄个也做原住民吼56万人吼，但台湾遮佫较济啊。啊，蒙藏委员会因个迄个一寡蒙藏吼，当初是讲也做蒙藏。迄、那个特别行政区的一挂同胞，因也做同胞啦，咱介无共款，无咱无介无同胞啦吼。因遐人谈台湾无甲20000个啦吼，啊，结果咱的原住民的医生吼是无甲佫比因佫较少啦。啊，即摆若甲迄个原住民吼，甲变一个特别行政区吼，因就会当直接摕到1/7的也做总体预算吼。这都是代表咱民政府这边吼要恢复因族群的一个决心吼。过来要甲各位介绍吼，这张图吼，就是迄、那个即马迄个原委、迄、那个原民会迄边吼，迄边所找出来一张资料吼。
即马咱台湾原民族吼，十四个族群拢住伫即个所在啦。中央，咱台湾你咱就知影嘛。中央即个所在是迄个中央山脉嘛，中央山脉啊。啊，咱即马族群拢住伫即个危险的所在，拢伫咧迄个叫做山脚。啊，若无就伫咧山坡顶吼。啊，若迄个像八八风灾安尼吼，迄个阮妈妈因迄边后头厝后头迄边个人吼，都被强灭村啊吼。所以住因即马甲咱保留地吼，甲咱保留伫咧即个所在吼，迄个实在是真无好啦吼。咱民政府执行了吼，爱甲迄个原住民吼，就咱个原即马原住民吼，迄个爱伊甲伊恢复到迄个较安全个所在吼，爱甲较好个一寡所在，互因恢复，互因会当踮迄个所在生存吼。当初是日本交予迄个草头个啊做迄个原民族个人数拢总120万吼。啊，即马村56万人吼，村较无一半吼，所以咱爱来，咱有必要来恢复即个原住民吼，但咱台湾的一寡人数，除了讲迄个土地危险性以外吼，因即马大个保留地的迄个危险性以外吼，因阁用三大迄个做法令吼，来迄个束缚着咱即个台湾的迄个原住民吼，咱即吼有迄个冲突的所在吼，咱即个迁徙的所在吼。就是迄个水源地的保留区啦，吼，这个所在袂当开发，吼，像这个所在拢袂当开发咯。这个水源地啦，吼，水源地的保护区啦，这那冲突的所在袂当台湾会使开发。过来，这就是国家公园的保护区，国家公园保护区吼，所有的所在全部拢交这三大法令吼，啊，这是迄个保安林，嘿，森林保护法吼，全部拢是啦吼。用这三大迄个也做迄个法令，甲咱绑咧吼。咱原民族留在迄个保留区吼，完全拢无法度开垦吼。啊，咱的原住民留伫家乡吼，会当靠啥物来做生活吼？这都是一个问题啦吼。过来，咱原民族的保留区拢伫咧山坡顶，啊，无伫咧山脚吼，会危险的所在，是真正咧甲咱保留，还是要甲咱消灭吼？吼，这咱大家好好来思考。过来，甲原民族赶离开迄个咱祖灵的所在吼，失去土地的原民族吼。爱避别吼，进入别人的文化区域吼，爱避别使用别人的语言，爱避别习惯别人的生活方式，吼，而且爱阁避别成为迄个弱势族群，吼，甚至变成迄个社会边缘人。伫咱民政府的啊做迄个后边的一个规划吼，咱即摆已经直接成立迄个州级的那个原民政府吼。啊，到时阵咱会当予原民族有土地主权吼，啊，迄个立法权吼，啊，甲司法权，啊，公平预算，啊，搁一个迄个文化教育吼，甲迄个智慧组织，因拢交咱完全的，拢甲咱的权利拢共款吼。咱但咱的拉场啦吼，咱以前迄个较高山的所在，像迄个台亚迄边，因啊，搁一寡猎区吼。啊！因但咱的猎区遐狩猎吼，是安那会违法吼，即伫咧破坏咱的原民族迄个传统文化。伫咱的部落吼，拥有土地吼，淡仔种一寡咱要食的一寡农作吼，是安那袂使吼，迄个妨害咱的基本生活吼。啊，咱留到迄个所在吼，完全袂当开垦，袂当拍啦吼，啊含淡仔的所在都袂当做采集的动作，含去挽一寡野菜吼去。挽一寡迄个也做过鸟吼，遐物件吼，都拢袂使，拢无叫稳准吼。咱踮迄个所在，我着做啥物啦吼？再要各位介绍吼，即张是迄个咱的也做原民族迄个吴组长迄边提供的一个吼，讲也做马英九来访问花莲的时阵吼，原民族吼该抢啊，抢讲要还我土地吼，一直以来拢一直抢啦吼，即其实毋是第一届抢啊，常常拢咧抢啦。啊，咱拢一直以来，咱拢无找到迄个土地所有权的，真正的主权者得甲伊要求哦，拢得甲迄个流亡者吼，得甲土地啊。咱拢知影中华民国是流亡来台湾的吼，因无主权，当然无土地权的处分权啊。一直以来，拢伫咧做迄个施工啦吼，拢咧做一寡迄个做工工啦吼，错误的方向吼，浪费咱的时间甲精神吼。马英九啦吼，啊，迄个也做中华民国的，也做流亡政权吼，因是无主权的吼，所以咱家己抢无效，这种浪费咱时间啦。
迄个台湾原民族吼，谈咱台湾进出管理的国家吼，有甲咱有接触的吼，拢总有西班牙吼，啊葡萄牙，啊荷兰吼，啊中国甲日本吼，因外来的族群吼，对待咱原民族的方式啊，拢是咧分化咱迄个原民的族群啊，号称以夷制夷啦，过来甲咱污名化咱原民族，讲咱是反啦吼，我互咱传承咱的英雄故事啦，然后甲咱赶离开咱的。迄、那个土地吼，互阮民族无法度就地扎根啦吼，甲台湾的主人变成流亡难民啦吼，去一下官庙讲啦，迄侵略甲最近拢啊个直直拢咧发生吼，最近啊个塞英部落迄边吼，啊除了塞英部落迄边，即马台湾台湾拢总有53个自救会吼，自救会吼，因为自救会拢是迄个土地利用征收吼，那欢迎即个啊做向征收的人吼。来参加咱台湾民政府的演习哦，确实是知影讲咱到底是啥物人哦，我来做一个处理哦。即要甲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哦，因为中华民国无爱互咱传承迄个英雄故事，我即要讲咱的英雄故事啦，超工的啦，甲伊无共款啦，要甲伊做对啦。这南下之盟吼，这是1867年吼。迄、那个美国一台船吼，叫做 The Rover 哈，伫咧台东的外海遐触礁。当初时，迄个有啊做17个，迄个17个，迄个啊做迄个外籍的迄个船员哈，美国人啦吼。上岸时阵叫迄个啊做白人族吼，当作伊是迄个海贼吼，来甲格杀吼，甲杀掉吼。过来美国，迄个时阵1867年的时候，向迄个领台湾的迄个清帝国抗议啦吼。清帝国迄个诶政府吼，迄个推下责任讲吼，对枋寮到高兰坪迄个所在是不宰版图啦吼，讲啊要拆还地就对啦吼。啊，既然是不宰版图，美国总爱讲好啊，既然毋是你的土地，伊总爱派啊做海军吼，美国的海军过来向迄个啊做台湾族18社吼，迄个诶啊做当作是讲啊做藩王吼，台湾族迄个啊做迄个头吼，做起督吼。做交涉未成了，总爱因个海军总爱派怪，总爱向咱个台湾组这边宣战吼，甲当作国家安尼宣战吼。结果谁拍赢？结果是美国拍输哦。美国咱个大家想一下，他有可能美国一个先进个迄个海军吼，有法度甲船开来台湾，咱会拍输哦。因为当初时个美国海军吼，因是真先进个一个国家吼，美国迄个日本人看到因的船吼，惊一条啦。版本龙嘛讲，在伊的自传内面讲，看到因的乌船吼，惊到爆爆倒啦吼。啊，感觉讲这个看到美国的船这么厉害吼，伊的这么先进的一个迄技术吼，总要把伊手顶的迄武士刀总要提断掉吼。这是日本人看到乌船的迄个现象吼，代表讲当初时的日本的海军吼已经足强的吼，因已经有使用炮甲枪吼，啊因总要把正迄个做迄个舰队吼，甲迄个做美国海军开来伫咱台湾向迄个也做台湾族宣战的时阵吼，发现着讲，即个台湾族的人吼，因拢是迄个原始的武器吼，摕剃头柄吼，摕迄个也做下尖的竹啊吼，啊摕一挂迄个石头，用一挂钢制，用这物件吼。但迄个战争吼，咱这战争是一个对国的行为啦吼，咱常常拢会去看到迄个。迄个当初是咱迄个西部牛仔片吼，咱会当甲看，迄美国精神是安怎吼？美国精神，美国人是崇尚骑士精神，因在对决的时阵吼，一定爱大家爱公平，即叫做对决。那大汉的拍细汉的，迄就无算对决啦吼。真正国家甲国家之间，因为当初是迄个美国甲台湾族18社当作是一个国家吼，所以向伊宣战。啊，结果宣战的结果。因的武器摕出来是一挂原始的武器吼，啊，美国人因迄个乌船开来吼是载大炮，啊，摕是毛瑟步枪，啊，美国人伫咧牛仔片吼，咱会当看牛仔片吼，两个查甫人要对决的时阵吼，一个有武器，一个无武器吼，迄个有武器的人一定是甲一支枪摕后，无武器的人，吼，啊，然后互相吼，迄个往后壁吼，行20步吼，啊，然后同一时间吼。迄、那个回头，吼、哦、来开枪，啊、哦，实际叫做对决啦吼、哦。美国人是安尼战争的啦，所以因的先进的武器，尾啊看讲，这种原始武器哦，袂当拍，总要派一个副舰长吼，一个李
离浪里吼，离浪里，然后坐伊个小船啊吼，去坐较晚嘞吼，看嘛因后壁是毋是有唱一挂先进的武器吼。结果去甲看吼，看看的时阵吼，因已经选择了嘛吼。啊，因个小船啊开到我台湾的时阵，怎个台湾族的人怎对射箭吼？一箭怎射到目睭吼，射到因个目瞪吼。啊，怎个尾啊？这场战争有宣战，吼，啊有开战，啊美国人尾啊，伊登去了，登去船顶了吼，因为伊袂当用先进的武器去拍人原始的武器，所以怎啊收兵登去，所以这场战争是台湾族赢吼，台湾族赢，啊台湾族就是安尼赢的，虽然是伊无甲咱拍赢的吼，是表示讲因的骑士精神赢的吼，不过这嘛是美国诶海军的历史吼，第一届一战争的战败者吼。所签的一个条约吼，伊这个内容要求吼，一开始是要求外国人无代志的时阵袂当上岸，海难登陆人员吼必须要举红旗为号，爱举红旗啊，吼你若拄到海迄个亚洲迄个风台，因咱台湾只风台介济嘛吼，也是去触礁的时阵吼，去靠破船底的时阵吼，迄个爱举红旗啊，才会当起来划定，啊若无吼就抬掉吼，因迄个时间吼。做者迄个西班牙的海贼啊，吼，拢会起来台湾遮啦，扰乱咱台湾的所在啊。啊，变作讲，因咱啊做咱以咱的眼光来甲看，伊西班牙人甲做美国人哦，拢是金色的头毛、青色的目睭哦，看起来都是拢共迄个型吼。所以唔知影讲迄到底是对是搞的吼。所以咱就要求讲，伊就爱个红旗啊，表示讲伊是拄到困难吼。啊，台湾族的人会甲伊协助。啊，这个合约当初是，迄、那个即马是放伫咧美国的国会图书馆，甲屏东旭海遐，吼，伫咧出会迄个所在有一个纪念碑。啊，因为迄个条文吼，顶起是讲啊，做因外国人袂当去台湾吼，安尼无去解决到这个问题。因为因当初是安那起兵，就是因为迄个罗法号 （Rover） 迄破破船底吼，啊，拄到迄个海难吼。啊，所以才啊，结果伊出兵阁战输倒来吼，安尼无解决着问题呢。美国尾仔怎个过一冬啦吼，怎个阁来换盘啦吼？伊让伊吼，阁过一冬的时阵啊，过来屏东才换盘吼，把迄个条约的要点啦吼，迄个定个清楚吼，定个清楚。啊，伫即届伊也做迄个发文的诶状况吼，就是这个所在吼。这就是当初是第二届来换文的一个，都针对代志来处理啦吼。既然战败，然后嘛已经签署条约啊吼，啊结果无解决到问题，即嘛咱第二届爱换文哦，针对这个后边要怎处理来好好详细来定制吼。这都是写第一项，就写讲吼，那个切换杀害迄个罗的尊严吼，表示悔过啦吼。美国哦不予深究啦吼，伊嘛发到深究啦。过来后边啊，拄到迄个风影啦吼，迄个一挂迄个风台啦，拄到风台也是拄到迄个靠破船底吼。然后要起来时喏，爱啊做扬旗啊吼，爱扬旗啊吼。啊，然后咱迄个啊做台湾族的人哦，爱甲伊救护吼，爱甲伊提供伊的协助吼。啊，移到迄个啊做廊桥吼，的所在来传送吼。第三点就是讲，拄到船难的时阵要举红旗啊。第四点就是讲吼，伫青番地区的时阵吼，的所在吼，不得设立迄个炮台吼。啊，但迄个石番的所在会当设啦吼，是安怎吼？因为清朝讲啊，做石番的所在是伊的啦吼。啊，青番的所在袂使，啊，当作是该战争的是青番啊。所以你既然是青番，我无甲你拍，啊，互你阵营吼，是因为伊无甲拍，所以阵营吼。所以你袂当设炮台，你若设炮台吼，我就要阁甲你拍倒转来。这就是安尼来啊。但第二届会议的时阵哦，主持都有讲吼，阮唔是一开始就对西洋人吼，迄个有冤仇啦吼。阮嘛唔是讲迄个吼生性嗜杀，阮唔是介台人。你是迄个西洋的水，啊做迄个水手吼，甲海产吼，真侪拢，真侪届拢去咱台湾遮扰乱吼，都西班牙人啊。啊，阮思想真侪人吼，所以看到外来的人吼，都要甲报复啦吼，都要甲讨啦。所以，但这个所在吼，后边就是爱迄、那个，你若拄到迄个有困难的时阵吼，爱举红旗啊吼，阮的原住民吼，
都袂甲你攻击吼。即都是清朝吼，清朝伊拄着困难吼，特别1867年的时阵吼，拄着迄个阿祖台湾有代志的时阵吼，伊无甲咱保护咱台湾人的一个证据啦吼。清朝迄时阵认为讲西番地区既然毋是咱完全清朝迄个清朝的领土啦，伊顶头的文献是安尼写的啦：台地生番，血处楼居，不利版图，为文化所不及。我一句伊拢无法解吼，甲直接甲抄落来吼。所以当初时的南侠之盟吼，就是咱台湾十八省的啊做迄个诶国家啦吼，已经是准国家状态啦吼，甲美国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啦。这是证明讲中国人未替咱台湾人作战啦吼，咱台湾若拄着困难的时候，伊未替咱作战。第一项啦吼，第二项，这个啊做。迄、那个南侠之盟签订了吼，伫咧1871年的时阵吼，牡丹社的台湾族吼，伊阁拄到迄个外来者吼，就是迄个琉球的渔民吼，因拄到迄个船难吼，伊阁无家人机啊吼，然后阁甲伤害遐个啊做琉球人。啊，1871年的时阵吼，咱迄个琉球王国吼是日本的一个附属国，是一个附属国吼。尾后日本吼，就向迄个满清抗议。到1871年的时候，晚清的大臣嘛讲吼，生番计我化外吼，法以不法为贵国制裁之吼。迄、那个生番不是阮的人啦吼，阮台湾的也做边，也做迄个原住民吼，不是因中国人啦。所以恁要甲拍唔甲拍吼，在恁啦，在恁啦吼，这就是中国的迄个第二届吼，第二届，迄咱台湾才拄到有可能迄个发动迄国际战争的时阵吼，中国伊拒绝。替台湾出兵啦，吼，一个证据啦。尾啊，牡丹社吼，诶事件吼，日本人都起来拍吼，迄个牡丹社的事件。要讲这个这两个原因哦，就是讲吼，咱会当好好来思考啦。中国人啦吼，对古早以来啦吼，感觉为着咱台湾人吼，诶安全吼，出兵在甲咱保护啦，是完全唔捌的吼。因来遮拢是为着因的一个利益尔，拢毋是为着讲要替咱台湾人吼，迄个甲咱教育，也是讲甲咱迄个啊做好好啊来甲咱做一个安排吼，也是讲替咱出兵哦，甲咱保护，因拢袂啦吼。所以咱台湾人吼，毋茫家己吼，迄个家乡对拜拜了久吼，总爱甲家己当作是中国人吼，其实咱是被汉化的被迫出军吼。时间的问题吼，我简单介绍一下吼。伫咧1895年吼，就是迄个马关条约。这马关条约吼，其实嘛是为着咱台湾拍的。结果中国支那的迄个清朝吼，因嘛是挂咱台湾吼，啊是安那跟咱台湾有关系吼。马关条约既然挂咱台湾，是安那奈，既然唔是为着咱台湾来作战，是安那奈挂咱台湾啦。甲各位简单介绍一下。当初是。阿祖迄个朝鲜啦吼，就是迄个阿祖韩国，即马韩国迄边吼，朝鲜半岛迄边吼，迄个因迄边有一个叫做迄个东学党事件啦。东学党事件就是因迄个时阵吼，迄个日本人吼，因为日本无产铁矿嘛吼，啊爱去甲中国甲迄个阿祖东北迄边吼，中国东北迄边买铁矿，所以伊爱开船过。经过因的迄个啊，做迄个黄海迄边吼，爱经过因韩国吼，诶，迄个领海。啊，关税伫刚起到尾啊，日本人挡袂掉吼，甲啊做韩国做一个交战吼。啊，韩国人因就是迄时东学党事件的时阵吼，尾啊就怎个因号称讲吼，但身躯顶吼，维护啊吼，就会当挡洋枪洋炮啦吼，所以唔免惊迄个日本人啦吼。结果日本人真正起来的时阵，拍落的时阵吼。水果国啦吼，结果韩国一个战败吼，明成皇后去用抬掉了吼。从个支那迄边，从个因为迄个朝鲜就是迄个做韩国迄边是伊个附属国嘛吼。啊，既然老细去用欺负啊，啊，即马中国这个老大爱替韩国来出兵嘞吼，因就较出兵。你当下看嘞吼，马关条约时阵伊也当替迄个朝鲜出兵嘞吼，唔是讲因进来都不出兵嘞吼，他们还是有出兵啊。伊嘛是有出兵在保护迄个韩国人啊，啊是安那，迄个也做迄个拄着罗法号的事件的时阵，
啊，拄到迄个牡丹社的事件时阵，是安来无来保护咱台湾人？吼、哦，足简单的啦吼，因为咱就知影啦吼，迄、那个清帝国迄边的人是迄个金人啦吼，因是交韩国人吼，因是港妹啦，因是港妹吼，所以应该保护因的标签啦吼，啊，咱台湾干是无关系。啊，为着这个马关条约吼，因够迄个在交割这個土地时，够一个感情因素吼。比如讲，交因啊割台湾啊，对因中国人来讲吼是无啥物感情，因為台湾唔是因的土地，因中国人真清楚啦。所以伫咧日本1895年吼，马关条约生效了后啦吼，到迄、那个迄时阵交割的时阵哦，台湾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清帝国在摕，其他三分之二哦，拢是咱的册藩地啦，吼，拢是迄人子关国过，都是册藩地吼。以前谈迄个册藩甲藩藩的中央遐做一个交界，迄、那个叫做人子关吼，会谈迄个所在吼，做一个迄个地界吼。那过人的过迄个也做人子关过吼，都可能去用出草吼，头壳去用收起吼。所以伫咧。日本吼收迄个马关条约，吼拍赢迄个中国的时阵吼，交割迄个台湾的三分之一的土地，迅速甲人三分之二的青黄地共收共送互人吼，家己走去跋筊，结果含厝边的土地拢共输了了吼，真害啦吼。结果日本发现着讲，台湾这块土地伊收来的时阵，发现着讲，伊敢若收着台湾的整个的台湾的三分之一尔，所以伊还佫开啊做尾啊拢总开甲西南安事件。这就是咱台湾人控制的最后一届事件吼，总共拢总要到20冬的时间吼，要到20冬的时间吼，日本佫出兵吼，攻打咱的也做迄个元民族吼，拢总开20冬的时间。你咱会当好啊，甲想啦，台湾这块汉子啊地，细甲底啊尔吼，三分之二的土地吼，都爱拍20冬啦吼，按整个中国安尼吼，差点啊，伫个也做迄个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个。日本收起吼，才开始当时间啦，表示咱台湾人族群的凶悍啦吼，咱台湾人的些凶悍啦，这都是因日本的迄个征台的时期啦，日本征台时期啦，拢总拍20冬时间啦。但这20冬的时间吼，咱本土台湾人完全拢无受到迄个支那人，也是讲外来的势力的帮助吼，甚至讲咱当初是迄个抗日三兵吼的干大师。伫咧啊做抗日的时阵吼，伊是安那抗日，伊当作伊家己是啊做中国人，当作伊家己是中国人，啊伊为着要替伊的祖国来抵抗这个日本人的迄个啊做迄个统治吼，所以反抗日本吼，结果失败，然后走去福建的所在吼，在福建的时阵吼，支那吼，迄清帝国无甲迄个无提供伊政治庇护吼，佮甲迄个啊做迄个甘大师吼，佮甲上当的台湾家出事啊。我即要甲各位介绍吼，咱本土台湾人吼，对这个时阵吼，应该爱含迄个中国的情感吼，爱完全切断啦，唔茫阁甲家己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，讲咱是中国人，咱绝对唔是中国人啦。咱中国迄边的人嘛，无甲咱当作是因中国人。汉满蒙回藏苗瑶吼，七族啦，卖讲因五族共一家啦，给他们七族共一家好了。咱北部族人，甲阿做阿美族人，甲台湾族人，甲卑南族人，甲阿做。布农族人吼，咱所有台湾的族群无一个是因汉满蒙回藏苗瑶内面的吼，拢唔是啦。这20冬的时间吼，日本过着足痛苦的啦。日本甚至踮因的迄个国会迄边吼，尾也有人提案讲吼，台湾既然这尼啊歹管吼，啊无用直接的日票吼，卖予法国好啊。因为法国迄时嘛咧开始咧对外面在殖民吼，对外口咧殖民，因尾也有提到迄个越南迄个所在嘛吼。日本摕到台湾吼，这算因第一个殖民地吼。结果感觉讲吼，这个台湾人非常的凶悍吼，拍20冬拍袂起来吼。尾啊，好不简单拍完啊，伫个西南安事件了后，咱就无要整个台湾拢叫收起来吼。所以日本人感觉咱台湾人真强韧吼，啊，而且台湾人吼真忠实，啊，而且刻苦耐劳啦吼。佫比因日本吼，迄个武士道精神佫较好，因为因啊做。迄、那个明治维新了后吼，因迄个也做武士道吼，武士道精神已经被放弃了，当作讲迄是啊，迄旧文化迄无效的物件吼。结果迄是因的根呐，无迄个根的时阵吼，迄个日本人袂中啦，吼。所以因为着讲吼，要甲这个迄个武士道精神哦，搁甲捡倒当的吼，因此伫咧
1915年西安事件了吼，改变对台的政策啊。因指派日本的贵族男青年男女吼，甲台湾国中读的迄个啊做领袖的啊做后代吼，通婚。吼，因的一寡迄个贵族吼，来甲咱台湾的啊做中头的领袖吼，迄个第二代迄个联姻就对啦吼。因就是咧改良日本的血统，而且吼，佮甲咱台湾人冤家变亲家啦。既然无要拍吼，啊台湾人愿意要听话，啊都大家做伙啦吼，莫佮冤家啦吼。啊，尤其因特别介意迄个啊做原住民啦吼，原住民族迄个啊做族群啦。所以咱伫咧咱台湾的14族迄个原住民吼，迄个部落的迄个啊做领袖吼，真侪拢有迄个日本的血统啦吼。这就是咱迄个当初是日台贵族通婚的一个结果啦。吼，啊，伫咧年初的时阵哦，刘邦政府有一个姓廖的吼，我不爱讲过啦吼，因为迄个人我袂介意安尼啦吼。用这个历史啦吼，用这个啊做日台贵族通婚的历史吼，甲媒体表达，原住民真侪拢是杂种吼，讲咱是杂种，吼，咱是因为甲人拍二十档吼。哎呀，咱是混血啦吼，袂当讲杂种啦。用这杂种这两字吼，当面中国语内面吼是真甲咱看衰歹的一个迄个啊做一个意思啦吼，所以引起着迄个社会一个舆论啦。对这来看吼，中华民国流亡政权长期以来吼，对原民族的态度甲近66档啊拢无改变吼，甲咱当作咱是杂种啊吼。啊，我这要甲各位呼吁吼，因为时间我那靠哈。啊，甲各位吼再次呼吁啦吼，我们台湾人吼，大部分的台湾人吼，都是被汉化的平埔族人吼，绝对唔是中国人吼。即请大家爱当然是啦，爱好好思考一下呢吼。啊，时间的问题，啊，今日课程介绍到这，感谢大家。起立，立正，行礼，休困十分钟。